现场之所以东西带我们到了现场，有大客车从国道四号上面翻落。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就发现有一名驾驶他受困在驾驶舱内，我们立即使用有压破坏器材，用推顶杆将人员救出。意思是我们到场的时候是清醒的，意思是清醒的。是。那他有讲说是怎么样翻落的吗？他并没有交代这么清楚。这掉下来的高度哦，起码也有三四层楼高哦，人没有，大概算是很幸运的。本起事故两双方的驾驶都有受伤送医，目前九个的话都在抽血检验中。治疗客是由一位崔姓女性驾驶所驾驶的。对，那个治疗客在国道上面是禁止的状态。这我要了解当中。